你知道女生吃藕会怎么样吗？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红糖糯米藕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碗里面填上糯米，可以用筷子压一压，牙签固定住就可以下锅啦。水可以多一点，加入冰糖、红枣、红糖，盖上盖子，中火焖煮一小时。煮好的藕切片，撒上桂花，淋上蜂蜜，香甜可口，吃了就不会变心的红糖糯米藕就做好啦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